听阿刘先吹得好听，不如再拍多次掌声俾阿 June 好唔好啊 ？Thank you。尤其是呢啲地方大風啦，咁最好攞一件薄嘅外套，唔好冷親。咁頭先咧，阿 June 嘅音樂啦，咁如果你想 follow 佢咧，可以 follow 佢嘅 Instagram 啦，咁啊 JWMusicHK， 咁就可以揾到阿 June 啦。咁入邊咧都有佢嘅一啲嘅吹嘅片啦。一啲嘅我哋唱嘅一啲嘅cover 又好，一啲嘅 rehearsal 嘅片都有嘅。哦，咁啊，跟住落嚟咧就。就本身是不是古巨基定是杜德偉啊？係啊，都不知道是杜德偉定古巨基啊。係啊，武獎問答遊戲，你哋一陣可以揾下咧呢首歌的原唱係邊個？咁因為咧我就聽翻唱嘅，我是聽石永麗嘅版本。咁啊，一陣間咧先開歌名，睇曬咩歌。咁然後咧你就話俾我聽邊個係原唱。
耳變了世界就是神意。有沒有人知道以首是誰？是原唱，我就是杜德偉，是吧？古巨基，是的。但是呢，其實呢每一個翻唱或者原唱又好啦，其實都是好聽，因為其實每一個人呢表達呢其實有不同的意思，如果 聽到有不同的感覺呢，你可以記下它，而且呢可以知道哪一個是最適合你的感覺。我想這首跟著下來這首歌呢，前那四年到呢，我想一定在 wedding 上面是必唱的歌來。咁啊，點解會咁講呢？咁因為試過接過一啲嘅，即係之前一啲嘅 show wedding 嘅 show 咧，都嗰啲客人都話：喂，唔係，我一定要唱呢首歌送俾我嘅太太喎，或者老婆喎。咁去到一半嘅時候咧，佢就要攞住支麥唱啦。
宣言。留意過咧，有一套劇集咧係《金宵大廈》，有冇睇過？其實佢係攞金香檳大廈嚟做藍本啦。咁啊，因為嗰陣時咧，我都係住嗰附近，即係尖沙咀嗰陣時，我係住嗰附近啦。
咁但係我唔係住咁香檳大廈，但係住咗附近。咁啊，有冇留意近排嘅新聞咧？可能香檳大廈咧即將拆。咁我諗，哇！如果拆嘅話，咁咪香港又少一個即係代表性嘅一棟大廈咁樣。咁但係冇辦法，咁啊唯有睇到即係香港慢慢咁樣變啦。咁可能呢個係一個進步嚟。咁啊，但係其實咧，金宵大廈咧就嗰陣時就有一個嘅插曲，咁啊就係跟住落嚟呢首嘅歌《今宵多珍重》。唱多首啦，咁啊，今晚嘅唱多首之後就今晚嘅 live music 咧就去到呢度啦。咁啊，亦都好多謝你哋咁多位啦。咁啊，好多人都見到仲喺度啦。由 live music 嘅開始時間去到呢家都仲喺度。咁啊，都係呢一句啦。咁啊，因為除咗疫情關係啦，又唔關事啦。咁啊，其實因為始終轉季，記住著多件衫或者帶多件薄嘅外套出去，咁就唔使冷親。接下來呢唱一首原唱呢是盧冠廷，咁係近年呢又係翻唱過，咁啊
我喜歡其實翻唱的歌呢有不同的 version 呢其實是挺正的，也都其實我們、都有一些的片啦都會放上去 Instagram 那裡啦，可以 follow 我們 Instagram 啦，那也都可以介紹一下 June Instagram 呢就是 JWMusicHK JWMUSICHK， 咁啊喺我右手边咧，吉他手 Kissen， 系啦，咁 Kissen 咧，如果你中意佢钢琴咧，都可以揾到佢 Instagram， 就系 KITSONMUSIC Kissen Music， 咁啊好啦，咁啊Carrie 咁啊 KARY.MusicLive， 咁就可以揾到我啦。咁啊，但系其实咧。三個找到很簡單，你只要找到我們隨便一個那就可以找到我們了。接下來呢就唱一首老古琴歌，谁说摩天輪咧，俾我哋喺度有個表演嘅機會啦。咁啊，下次咧，我哋有 show 咧，就可以留意翻摩天輪嘅 Instagram 啦，或者留意翻我哋 Instagram 咧。咁啊，
就可以知道我哋喺边度出 show， 或者知道咧摩天轮咧边度咧，或者几时咧系会有表演嘅。亦都多谢你哋今晚咧陪住我，咁啊，下次见。